起哪个说哪个，哪哪说好都不错，能说好说坏别乱折，谁要乱折谁缺德，那谁要缺德全打折，说的是说的是，说的不是也不是，高高上上一老僧，山高大头几千层，我问老僧没过脉，曾经活过九头千，五百年间经历了一共四千五百冬，老僧共有八徒弟，十八个徒弟如法平，大徒弟叫青铜，那个二徒弟叫冷冻青，三徒弟叫三三两，四徒弟叫斩三僧，五徒弟叫公主把那个六徒弟叫把那风，七徒弟叫公主把那个八徒弟叫化成风，七头论会打千个论足，金刚会叫中三三两，会出把那个假三三脑会猛冲，不怕会打会这个怕不能冷冻眼睛，东西化妆会小金人化水不能会点灯，老师怎么换一换，想要换来那不能，老师一点有了气，要打徒弟整万名，眼徒弟要爱打出那个五云松，这么高手虽然是三倍，一见到后院水玲珑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盏高高四盏水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过一口气，一个木剑一盏灯，一个金鳞九四两，那风儿一刮响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盏高桌十二个九四，三个和尚三盏灯，三个饶过三口气，三个木剑三盏灯，三个金鳞十二盏，那风儿一刮响，玲珑塔玲珑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盏高桌二十五个人，五个和尚五个宝剑，五个饶过五口气，那个五个木剑五盏灯，五个金鳞二十两，那风儿一刮响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盏高桌二十八个九四，七个和尚七个灯，七个饶过七口气，七个木剑七盏灯，七个金鳞二十八两，那风儿一刮响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盏高桌三十九个人，九个和尚九个灯，九个饶过九口气，九个木剑九盏灯，九个金鳞三十两，那风儿一刮响。十二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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